从生活习惯检视你的健康，这些习惯也经常发生在你身上吗？坐着的时间，然后没吃早餐，喝茶解油腻，到底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肠道健康不容忽视，小心成为罹患高危险群。不良的生活习惯会造成人体很严重的负担，已经连续六年蝉联致癌的第一位。人体的第二大脑掌握健康关键，这样的肠道它居然会思考、会感觉，对，甚至会记忆、会学习。人生病了会看医生，但房子生病了该怎么办嘞？绿色生活到你家，检视您的居家健康。看，你把霉菌的食物跟你要吃的熟食放在一起。甚至这个更夸张，它怎么会黑黑的呢？食物收纳正确方式，避免危险细菌吃下肚。还有没有其他呢？我们不需要花钱的东西，也可以拿来保存水果的。保特瓶，对，口这么小，要放什么东西进去啊？